招呼。哇，好大一块哦！妈的，直接包夹住去。这个煮到后面起的那个蜂窝巢就。小家伙睡着了，有一个农村最真实最简单的，就是我们的菜谱是这样的，土鸡土鸭啊，然后做一些这里都是基础的原始。OK， 来吃饭。好了，那咱们视频先分享到这里啊，下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